你不行，别看你被改造过，要活下去的本领，你还是没有学到呢。要该说的话不说，该发的脾气不发，该有意见的时候没有。许多人在这二三十年当中，不都是这么蒙混过来的吗？问题是，咱不是聋子哑巴。 要是真聋真哑也就罢了，男的就是要装聋作哑。你觉得过不下去了，我问你，那你就干脆不过了，是不是啊？干脆不过就是认输，对不对？党就是要你认输，认命，一切福气他才能掐得住你，不然他怎么摆弄你啊？我们就给掐住了。哎，假装嘛。 把一切都摆在心里行不行？就像是浮在水里的气球，有人按就沉下去，不按不就起来了吗？哎，也许有人会笑我，是妥协派，窝囊废。不过一切事物是讲结果的。 凡是活在这个制度底下的人，命运都是一样，谁笑谁呀。今天虽然是爬上去了，明天就会跌下来。爬上去的人不好受，跌下来的人更难过。没办法，他就是这个制度嘛。天天阶级斗争，随时有起有落。是喽，永远是漂亮的口号。 永远是骗人的元气，四人帮刚刚临走了快将近三十年的罪过，要努力落实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又喊出来了。但是，你知道全国百姓都在干嘛吗？都是找准了这个机会要出气了。毛泽东是灯塔，华国锋是光明，还是邓小平是灯笼？ 通通给灭了吧！我们用不着你来找路了。你不让我们活下去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你搞死？我们活着，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吗？听说最近要审四人帮了。哎，就指四人帮该审判吗？应该审的是共产主义的制度啊。